黄一晨主演啊，作曲家、拉拉队员、击球手加调酒师。我看了一下，他现在是 S1 的黄衣之主，并且胜率高达86%+。这个阵容有点难突破呀，这个阵容的上限很高，但这个阵容的问题在于他们救人环节并不稳。你要六川这个级别的黄衣之主呢，又有一点点就，那要不他今天状态不好，对吧？这其他就没什么可能了。要不他今天网络不好，好吧？要么状态不好，要么网络不好，反正就得黄衣之主打得不好才行。低头走路，保一个狩猎本能，距离拉近，作曲家这边的加速已经结束。第一根触手有机会能封住这个窗口的话，就直接起刀了，对吧？我不需要动这根触手，打你刀行不行？哎，一拍，哎，一刀，我天！来，击球手过来，咔嚓一球，可以，不错，但触手依然封住了这边。刚才有机会能封住这作曲家的，那叫他作曲家走了。有带移形，哎，移形黄衣，再出手压飞轮，知道你有飞轮。这边的话，因为有移形啊，翻过去也是吃这个移形。好的，一轮对抗呢，虽然说是延缓了整个黄衣之主的一个挂人节奏，但是求生者的一个休机节奏，等于说作曲家、击球手甚至调酒师的休机节奏都被打乱了，或者说延缓了。那求生者后续又没有什么稳定的救人位，只要一波防守成功，游戏结束；一波防守没能成功，慢慢鬼血球，游戏照样结束。我已经想不到任何的剧本求生者这把能翻盘了。就以现在这套阵容来讲的话，黄衣之主不掉线啊，这个局稳赢版。没办法，这个阵容确实很难打啊，很难打。这边的话扭一手空一刀，哎，我什么情况，过来无伤捞了个人，还让作曲家无伤走了，屏幕糊住了。哎，这个我说实话啊，这真的有一点点悬了，怎么能这样子的？这波无伤救人，然后无伤走了。好了，现在求生者开始，我跃跃欲试啊，真的呀。因为本身这个局我感觉求生者已经犹如一片死灰，而现在慢慢的整个局面打活了以后，求生者这边都整个就好起来了。守得原开，见月明，作曲家还来了句我先走了，你别跟着我了，我不需要这个28层的激励了。拉拉队员最好全程保着，因为唯一上过挂的就是这个作曲家啊。就不管如何，我们上帝视野来看呢，这个作曲家其实你想走还真不一定走得了。就拉拉队员全程保着，黄衣之主这边就很难办，很难办。只要这个激励不断，你就只能抓这个拉拉队员。拉拉队员飞轮交好，手里面还有 BB， 那这波的话应该是要起移形了。终于是打断了这一轮激励，但是时间上面来讲拖得有点久了。不过还好的就是拉拉队员没休机，击球手没休机，作曲家没休机，只有调酒师一个人在休机。但这一轮的一个休机呢，对于求生者来讲是白捡的，对吧？就黄衣之主没有打出任何的伤害，然后我这边的话又修了不少的机子。黄衣之主演，难道再补一根触手拍，拍到压住位置，再拍没中。这边跟刀带走的是拉拉队员，换挂了，调酒师可以来救人。击球手修机子，作曲家现在撒开手各种修，一个飞轮双弹的作曲家不见了，换来的手上面是一个有大心脏的拉拉队员。密码机有点拦不住了，不能吧？这个局击球手修完以后去墓地修机子，作曲家最后一台机子，这个局调酒师压死就似乎是一个四人开门战的局。黄衣主这边得逼救了，而且逼救的话也不是特别好。哎，这怎么翻的呀？刚时那波拉拉队员救人到底是啥情况呀？哎，这也能翻盘呢？啊，哎，人救不下来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拉拉队员这边我击球手可以救，只是这个机子好像有点不够。这波人有点救不下来的话，想一想，球这边有点乱了，球这边有点乱了。因为无论如何，其实机子得修啊，机子得修。就作曲家这边
过来，那那边击球手能把拉拉队员给捞下没？两个人来，两个人来，两个人来，两个人来就要捞，哎，一拍，再追刀，飞轮往外顶，击球手，啊，你给我倒。那先把调酒师救下来，但是一个是挂飞，然后击球手这边倒地，触手再拍没拍到，一波防守打回来了，一波防守打回来了，这一局真的感觉跟坐过山车一样，起起伏伏。打到这个节点上面来讲的话，应该是结束了的，应该是结束了，因为手里面有人，然后外面差两台机子，外面只有两个活人啊，这个位置一排，对吧？你怎么地，你这两台机子修不完，这边触手一排。没想到作曲家溜回来要把这技术手给捞了，没想到啊。蓄力刀帮忙掩护扛刀，主要差一台机子，现在是差一台机子，这调酒师跑过去修机子还得办，还得好久时间呢。然后这个拉拉队员啊，不，这个作曲家他这边是没有大心脏的，人挂上，调酒师还没跑到机子，上一个圈，那就看最后一波了，就看最后一波了。三、二、一，过来！啊捞！啊啊捞！啊啊啊！打谁？打这个没有大心脏的。好，这个是个二挂，手里面有移形，先把人挂上。那边的话，密码机亮，知道人的一个位置。交个移形顶出去把，或者说等一等也行，等一等也行，不着急。赢嘛是赢了，但这个赢的呢确实是有一点点慌张，他是不是觉得这局没有什么戏剧性，然后中间那波就给放了，那波真的很悬，那就莫名其妙人无伤救下来，然后莫名其妙刀没打到，莫名其妙这作曲家走了，拉拉队员保，把人给保了，切闪，哎，哇塞，那边走，三抓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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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